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不高兴了呗。陈秘姐说不让我去上班了。为什么呀？她说宋光大哥给我争取了一个什么什么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报考名额。这什么破学校啊，听都没听过。小姐，你说的是上海无线电学校吗？是啊。哎呀，小姐，你一定要去参加考试，这是很多人做梦都不敢享有的机会。是吗？嗯。可我对什么无线电也不感兴趣啊。哎呀，无线电它特别有意思。怎么有意思啊？我说不明白，反正它就是特别。特别什么？特别神奇。总算找到一个形容词了。小姐，我嘴笨，我说不明白，但是这个机会你一定要好好抓住。既然这么神奇，就一定得去参加考试喽。啊！哎，不过去考试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我？嗯。还有比你更合适的人吗？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宋副主任给你找的机会，我怎么能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已经跟程碧姐说好了，这个名额呀让给你。我怎么可能考得上啊？从现在开始努力，肯定来得及。双菊，我知道这个小盒子里装了你的梦想，如果你能顺利通过考试，你离你的梦想就更进一步了。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高兴吗？高兴啊。那你哭什么？我高兴啊。哎呦！特派员，经过这段时间侦测，我们画出了几个有可疑电波出现的区域，都在图上标出来了。这么活跃，都是共产党的电台？也不一定都是他们的，有可能是商台，发报的手法和频次不同，我们正在找他们的规律。半年前共产党连电台都没有呢，我要再不上点手段，我看他们可以办个无线电学校了。加强对无线电器材的管制，派人盯紧了这划定好的区域。明白。电波侦测车每天都在租界里转，用不了多久就能锁定具体的位置。好，只要锁定，立刻逮，宁可错杀三千，绝不放过一个。是。虽然无线电波对我们而言是完全看不见，而且不易被察觉的，但它其实无处不在。哎，小姐，你快坐下。哎，你这天天复习啊，肯定费脑子。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核桃酪，你快尝尝好不好吃。你亲手做的？嗯。好吃吗？嗯，好甜。复习的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哎呀，好多东西你跟我讲了几遍了，我还是记不住。哎，小姐，要不我就不考了吧，我省得到时候给你丢人。你别那么大负担，只要尽力了就好了。我很尽力啊，可是我没有你那么好的记性。以前陪你念书的时候，你看一遍就记住了。我这是前看后忘记。
那些书啊是你不爱看，所以你忘得快。可是无线电是你最感兴趣的，感兴趣的事情就一定做得好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来来来，我陪你一起复习。虽然无线电波对我们而言是看不见，而且完全不被察觉的。双菊姐，你回来了。小溪，今天有没有收到什么信呀？你问小姐呀。双菊回来了。啊，小姐，双菊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要是换作是我，也不一定能考得上。行了，别站这儿了，咱们以后还有机会啊。太笨了，我干什么都干不好，让小姐失望了。都是我不好，当初小姐就不应该把这个机会让给我。你骂我吧，你使劲骂我吧。雨竹小姐，就别逗双菊姐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看这是什么？我考上了。我考上了。你考上了，我真的考上了，你真的考上了。哎呦，快，这是干带着，饿的时候很管用的。快，来，这两件衣服你带着换洗穿。这衣服你自己都没有穿过，我不能要。我还有别的呢。我想想还有什么。这个毯子你也带着，你可千万别着凉啊。还有什么呀？你干嘛？我
我给你剪个头发吧。你又拿我闹着玩儿。要去上学了，要有个新面貌呀。干嘛？不相信我的手艺是吧？嗯，没有。剪不剪？剪不剪？剪。坐下。别动啊！听话，乖乖坐好。哎，小姐，你小心我把你头发剪坏了。坐好，眼睛闭上。别为我担心了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。我能不担心吗？咱们俩从小到大从来就没分开过。学校就在市郊，只要不上课我就回来看你。好，倒是你啊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。你胃不好，平时要多吃一些养胃的东西，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一杯热牛奶。还有啊，你上班下班路上车多人多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怎么变成你嘱咐我了？唠唠叨叨的，你烦不烦呀？我担心你嘛。哎呀，剪成秃子了！来了，韩芳回来了。哎，任远，您要的书我给您带出来。好嘞，谢谢，放那儿吧。任远，您应该会包粽子呢。端午节快到了，包点粽子给同志们解解馋。来，韩芳。哎，刚出锅的。尝尝，来，尝尝。哎呀，好久没包了。好吃。稻草会进骨啊。味道还差些。我刚从法国回来的时候啊，在嘉兴南湖吃那粽子，那叫终身难忘。豆沙是去皮过滤的成沙，用猪油炒过，糖多油重，糯滑细腻，甜美可口，那叫好吃啊。任远，我发现您一说起吃的来像变了一个人。变成什么人了？像个孩子。小娃撑小艇，偷采白莲回，就是我童年的写照啊。小花，一会儿呢，你再辛苦一趟，把这些粽子给看守电台的同志们送过去。哦，来，放进去。还有，把这个带过去。来，同志们为了电台的安全，几乎不出门，吃的实在太苦了。任务员，那我走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小顾，
你的户口已经到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。哎，这是任委员亲手包的粽子，说让我带过来给大家尝尝。太好了，有粽子吃了。小王，来吃粽子。谢谢。赶紧把这个发出去。好。那个店铺又出现了，在哪儿？先往左。往右，对，对，对，没错，对，对，停车，通知他们这个区域拉闸。又听见了。店铺消失了，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特派员，在福冈理事公馆附近发现可疑电波，是地下党的电台，很可能是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抓！是。你等等。抓活的。明白。喂，克拉德吗？我是陈德道。一会儿去租界有个行动，富康里。对，行个方便。好。就在这里边，靠中间几处门还最有可能。走。你先回去吧。干嘛？谁啊？啊，检修电路的。快干嘛？是特务，这里还能暴露吗？我开门。你们俩带着电台。我来掩护。王强，你先走。不，我们可以一起冲出去。沈飞也说了，你会发电报是人才，你要保护好电台，快走啊！Yeah!
盛爵啊，你再去帮我拿两块饼干吧。小姐，双菊姐在无线电学校呢。我以为，我去接，可能是双菊打来的。喂，雨珠啊，我是王姐。哦，王姐啊，什么事啊？是这样啊，有个紧急的事情，陈特派员点名让你去做记录。王姐，这么晚了，我能不去吗？哎呀，雨竹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王姐，有些事情你不知道，我真的不想去。可是他让我通知你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夹在中间实在是为难啊。那好吧。那你赶紧叫黄包车，马上就去啊。哦。抓他干什么？这是你干的吗？你凭什么抓他？他这么老实一人，怎么就惹着你了？老实？有证据表明，顾长发是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，在他被捕的地方，我们起获了共党文件。他现在是踩着钢丝，提着脑。哎，过日子了，还老实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是地上党，地下党，但是他们对我好，我也心甘情愿替他们办事。他们是谁？告诉你，有点共产党的意思啊！愣着干嘛？记录。这记录我做不了，要做你自己做。放开他！放开我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听见了吗？干嘛？对女孩要温柔。其实我什么都知道。当时任志远逃离武汉的时候，在码头上遇见军警巡查，当中的一个人被枪打中受伤了。我查过了，这个受伤的人是个划船的，叫顾长发。顾长发，你喜欢他，说的没错吧？你到底想干嘛？简单，要想让他少受点罪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你，程芳，你别信他，陈德道，你要是敢胡来，程明姐饶不了你。你，我不会打你了。想让他开口，办法有的是，换个玩法。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任志远在哪儿？放开我！我不知道。Thank you.
劝好吗？你就招了吧。你这么死扛着不值得。当初夏恒轩为了人之远，命都搭上了，结果呢？他共产党还不是该逃逃该跑跑？有人管夏雨竹吗？一个千金大小姐，一夜之间。 家破人亡，我心里都难受。现在她寄人篱下，虽然还是大小姐，但是她跟过去的日子没法比。她越走越下去，都是金龙海，你们。 长发兄弟，你这句话可说错了。夏雨竹走到现在，不是我们海的，是共产党，是任志远。任志远不可能做这样的事。怎么不可能？夏恒轩就是受了任志远的蛊惑，丢了性命。夏恒轩一死，夏雨竹走投无路。 这一切都是任志远造成的。你说的不对。长发兄，你用脑子好好想想。如果他夏雨竹认为我们把他哥给害死了，他能为我们工作吗？你说出任志远的下落，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夏雨竹。 是为了报他杀兄之仇。我该说的都说了。如果你对任志远心软，行，我现在就去把夏雨竹叫进来，让他站在你这儿，你们俩换着。 通知行动队立刻到院子里集合。是，给巡捕房打电话，告诉他们20分钟后我们去租借抓人，有任何问题找克拉德。是。顾长发招了，夏小姐，你功不可没。跟我们去抓任志远吧，害死你哥的共党。看看他最后的下场。特派员，行动队集合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把他给我带上。 让他看看我是怎么手刃姓任的。是，没想到你两三句话就让顾长发给招了。这世上人蝇营逐竹，急急巴巴，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，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，瞅准人摸准脉，就没有攻克不下的人心。上车，上车，快！
来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任外援，我们刚刚得知，富康里暴露了。顾长发为了保护电台，掩护王强撤退，被捕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长发是被我们连累的，必须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老李那边已经在想办法了，电台和王强，我们都已经转移到了备用联络点。这个地方也不安全了，准备转移。好，快。还他妈挺刺激的，肯定是条大鱼。好枪法，尸体给我捞上来。是。赶过去，走。把搜缴的文件、报刊都带回去，仔细检查，看有没有有价值。是，是。你一直站在这儿。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啊？老板员，水流太急，尸体已经飘到下游了。特派员，干净了人之源，这可是大功啊，上面肯定会给嘉奖的。能力摆在这儿，想不立功都难。
吓坏了吧？走，分头到下游去找任志远的尸体。是是。去医院，你等我，我去打电话。玉叔，你不能去，我现在就要出去，我不能去医院。那该怎么办？没事，你走吧。可是你伤得这么重。埋葬好过崩溃。
花瓣布满晶莹泪水，还是那么绝对，没有一丝后悔。